我靠，这就是充钱的快乐吗，兄弟们？啊，无级别永不磨损，无级别永不磨损，去杀一个七星，感受一下。老王拿价值千万，第一109开，杀最难，七星归墟养指，40回合才通关。兄弟们，这是一个109级五开啊，咱们拿这个凌波城啊，无级别永不磨损，无级别永不磨损，901、524、109带840多的无级别永不磨损武器啊，相当于109带129的武器，去杀一个七星，感受一下。然后呢，每只宝宝都有花招，杀七星的话，我觉得带镜台的宝宝比较好。带镜台还是带林中鸟？还是带镜台林中鸟？他镜台林中鸟有一个号，有3只。啊，他这只也有。啊，不对，这是镜台高廉。我靠，你怎么让我开个地府啊，哥啊？有地府，宝宝不用带感知了。我靠，又让我开个化生寺。啊，行，那你开九黎吧。九黎操作稍微有点繁琐。我靠，九黎也给我开，那你他妈开啥呀，大哥？地府得开眼，有时候毒化成有时候金刚，有时候加血，九黎城有时候两次施法，有时候三次施法，然后凌波城还得根据天崩地裂断运势啊。我们不上双九黎，他五开，他有6个无级别号。我看看宝宝带啥，宝宝都带镜台高廉吧。然后这个号俩镜台高廉啊，拿17段的无级别单手啊，单手。我靠，18段月亮石，啊哥得来几个号，买七宝。他是倒过来一只的腰吗？真他妈没想到，就是这组五开上完以后，让我一种我永远都追不上的感觉，你知道吗？这只宝宝就是我曾经想过，但是没有想过怎么实现。得带辅助，这个得带七宝，九幽慧灵斩啊，这个法宝得带个七宝。惊天动地的一秒，来，我说一下技能，凌波城啊和九黎城先出手，地府没啥事就加独眼和毒，看特技精星野兽。啊，地府是829的速度，啊，化生寺是一速。从右边的门开始打，你随便操作就行了。开始用破金身把这个破了，凌波城直接直接惊涛，宝宝直接 A， 啊，九黎城两次施法，直接三荒，再加力劈。地府的话，第一回合直接毒，宝宝 A， 化生寺直接金刚，宝宝 A。我看那金刚护法是不是 F 几？我 F 一是推血 ，F 四金刚护法没啥事儿啊。看一下这个全身无级别的109啊，杀七星养指，就是伐妹啊，花好多钱请雇佣兵没杀过去的那个任务。就这五开，你真逗，大哥，这个五开又不是我经常上的五开，你开别人的车，你能找到油门、离合、爆发、发动机动力最好的转速的啊？那一瞬间吗？你找不到啊！我第一回合地府直接毒，化生寺直接回血，直接拉满了，哪里操作错了，对不对啊？哎呦我靠，无级别也打不太动啊啊！九黎城还是有点小呱呱啊，起来还可以，起来有点猛，都带施法特效。无级别的辅助再开鸟阵也不会比归墟的任务怪快。哇，用斧头的九黎城，你别说还挺酷的。我靠，800多血打完根本就不疼，都没掉血。不过宝宝应该是咱们的宝宝也掉不了。为什么感觉伤害这么低？因为这是七星，另外没开天阵，他伤害是2800，109，2800，而且是单手九黎，攻击2800，防御1800，气血11000啊，气血11000，我靠，太欺负怪了啊！好，剑荡四方，平砍剑荡四方，再加上高毒啊。然后再加上林中鸟高连第二下，然后再加林中鸟啊，然后再加剑荡四方，再加高毒，哈哈哈哈！我靠，这就是充钱的快乐吗，兄弟们？开鸟阵你不是要一速，是为了比其他的输出快。你打完了怪物结束以后，他就不出手了，要不然你这些黑白兔子挨个出手一遍你也烦的。我等会儿调大界面吧，因为它有2个九黎城啊，然后这3个副本都是梦幻西游最顶级的啊 boss， 然后模板做出来的，结束了 ，OK 啊，滚啊，滚蛋！拜拜，哎，拜拜！一个号8万的游戏币也舒服。
这个老板以后能经常让我们上你的号吗？不是我自己乐意玩，我是给兄弟们玩啊。下一关的怪物的厉害的地方在于会摇铃铛扔无魂，所以说如果你有高级神技的宝宝会比较好，或者是否定信仰的，或者是反正就是抗风的宝宝嘛。他没有宝宝是抗风的，好像。为什么不开秘制？因为辅助门卖血太多，开秘制的话不太划算。啊，杀看穿一切，看穿一切太牛了啊！啊，他这个反间之计太恶心了，还好起了一个这个法皇的宝宝啊！看没看见？这就是为什么要带气宝，他无魂狂撇，他这个洞穿之力啊，直接气血百分比打，打2200，好疼，好狠，好恐怖！感觉到去那么七星的压力了吗？直接中了个无魂舔了啊，跟打 PK 一样。剑道四王毒上，给我毒上，我超级毒20%的几率毒上，超级毒没毒上。四个风牙刃也是刮痧，我靠，这玩意儿抗性这么高，全身17乱的无级别，照样5600血，这就是七星给你的压迫感啊！开天阵能多个200，这个时候高连的宝宝也只就能打几百，所以说刚才那个高毒，我觉得还是有用的。哦，他们血液少，那还 OK， 哦，还 OK。啊，对，毒他，漂亮！剑道四方加高毒，林中鸟再来第二下，再来剑道四方再毒，对，漂亮！让他满城尽带黄金甲 ，OK， 全都给你打出大姨妈，漂亮！这就是硬件，佩佩和实在是闲置，走个精清啊！这高毒的宝宝是好用的，杀这种难度啊，500多，你看他干物理系也就打几百血啊。现在你们已经开始从内心认可我了，老王操作确实有点东西，是带着思想的啊。啊，采访一下老王，如果玩完这组五开，我会有个什么样的更新方向？你175级永远达不到他109级带无级别的啊这种压迫感，因为109级他能带175级、125级、129级的装备，你175级只能带160的，那比不了。啊、但你得想，他打完东西收益没有那么高吧？游戏币和经验给他少，你只能从这个方向去比，跟羽毛球冠军去比举重，跟举重冠军去比弹溜溜。这个号的更新方向是尽头了，已经到头了，没法再更新。他的宝宝主要高连净坛什么的宝宝你超越不了的，他这个队伍的话，其实如果你在输出上杀七星的时候是感觉不到那种压迫感的，但是在抗性上给你的压迫感太强了，这么半天杀七星只死了一只宝宝啊。太稳了，这是七星啊，哥，以后梦幻的给你开个九星，可以打主了，激活主怪，看一下有没有石金刚。哎呀我去，咱们是打主怪，顺便给新起来的小怪再次碾压死，全场高级毒啊。啊，没了非一只静态高连，再出一只隐攻静态高连。不是这队伍输出太低，是对面的抗性太高。因为这是七星，不是你们杀的青丘。下回合九黎可以扔灵宝了，如果不是三字十法建议丢灵宝。不过他有神技啊，来魔神四伏，拔了6万游戏币 ，OK， 铸剑一宝宝啊！哎，他这五开铸剑和一宝宝跟我设置的差不多啊。不够装备磨损的，装备怎么磨损呀？同时拥有一个无级别和永不磨损，能有多难呢？对不对？用就完了呗啊！你要是能把这件装备通过打怪给耐久度干掉一点的话，他把这件装备送给你。第一回合起状态，宝宝随机 A 高级毒。风影二人叠下次的浮空，好，他的二十加 Q 非常的正确，非常的舒服，叠了状态不说，还 A 到了刚出的宝宝，有高驱鬼的话给这个鬼将打掉了就舒服，这点他操作比我好。没宝宝的先把宝宝补全，因为他天宫后期太锤，锤宝宝太疼了啊。压秒操作是咋用的？压秒操作是因为你如果经常自己的事玩完了以后，你点出操作的话，其他人容易自动。是为了给队伍里的其他人争取时间。杀这个队伍就是扛揍，太扛揍了。11000血的九级城杀七星确实也不死。等会儿杀五星，他这里面其实我比较没有底儿的应该是那个五星。等会儿六星就天阵干了。
王哥在专心操作呢，没时间他耽误，都别发了。还是这个泪腰最秀，谁爱不？这个操作确实不用开专心，有手就行，这倒是没啥毛病。啊，他这啥运气啊？为啥每次都是风影啊？不能来一次三连吗？大刀 boss 为什么伤害这么高？因为这是七星阳指，基本上呢很少有人见过这个第三关，他一关伤害比一关高，所以说这个大闹天宫在这三个 boss 里排名最拉，所以说放在最后一个杀，他伤害加完以后他也就对宝宝有点伤害。影精灵啊，不是影精灵，三次施法几率比较低啊，哎，好像是和这个有点关系。双手的话，浮空那个三次几率高一点。用这组号玩这个七星的时候，我沉浸了，就是我这个时候的状态其实不是一个主播的状态，是一个玩家的状态。我在品味啊，享受能量的话是一个摄入。我这回和九黎的操作细节就是对着一个。啊，他把下回合的状态叠出来了。我浪涌打到一个都不亏，加一点战役，我三皇对着怪来的啊，艾瑞加 Q 型浪涌 ，OK， 起了一个。啊，这回合刷了一个那啥，不管全招虚弥了啊！哎呦我去，超法波龙魂。劲爆一致，地府这回合惊一下，啊，八乘四也招虚弥。高连虚弥有点傻，招普通的虚弥吧。嗯，兄弟们，这是七星阳指，不是大闹啊！不知道跟你们常规的杀法一不一样，但是我觉得怪物既然是一个模板的话，就试一试啊。反正现在也过了啊，他打宝宝的逻辑应该是一样的。老王出场费十万，真的吗？去哪儿出场费十万？你给我一万，我现在去你家。在你家一直待着都行。那十万得喝多少可乐？游戏币不行。单法这应该是虚弥加净台的那种啊，血奈的。诸天打1900，诸天打1700，高连虚弥打800啊。这回合被封，但是可以直接出手。九黎城愤怒还是不够破血。直接一斧力劈啊，他分数不够啊，他分数也不够啊，好戏啊。有人杀了200个七星没有见到附魔，这么低啊。 OK 过了。好，先看一个是魔兽要诀，一个魔兽要诀否定信仰，一个魔兽要诀神佑复生，一个魔兽要诀幸运，一个魔兽要诀落源。开完以后，一个是未鉴定的灵虚域，如果未鉴定的灵虚域没有记错的话是380啊，380。它不是灵犀之器，它是未鉴定的灵虚域啊。然后，其他人还有礼盒吗？其他人没有礼盒了啊。